3岁了，但是我已经认识你22年了。小的时候你还抱过我啊？真的？有照片。啊，有照片，我特写一下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只有1岁多，然后我当时霍患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然后因为家里十分的困难，没有办法救我。然后是您在来沈阳开演唱会的路上看到了《时代商报》的新闻，然后给我捐了3万块钱，才让我做上了这个手术。啊！你现在也长这么大了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的爱不要变，人间的大爱也不要变，所以我想点一首《不要变》。你爱我。